本节目由简单配料喝出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简单配料喝出满满鲜果感的纯真真酸奶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微博搜索话题100万个约定，看宁安如梦主演圆梦瞬间。欢迎大家来到密室逃脱地点。不是，我前面没人呢。等一下，这位，我在呢。刘思宁，刘思宁，公主。我每次玩密室我会唱歌，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会怎么样 baby， 撒嘟嘟嘟嘟嘟的 baby， 团结就是力量，听海哭的声音，小心啊，我打开门啊。哎，一会儿干啥？打羽毛球吗？打羽毛球？杀脸局吗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，我们将在这里完成第二个心愿挑战。那么第二个心愿挑战是什么呢？噔噔噔噔噔，等一下，走过路过别错过。第二个心愿真不错，体力智力都锻炼，高强度拍摄不胆怯，不要996，只要心愿够，它就是。来个密室逃脱，加麻加辣的那种。加麻加辣的那种。那我要看看有没有体验感喽。嗯，谢谢你的眼神，就是那种，一看那个眼神，你们这帮人一会儿看你们怎么反着我不怕，就是。哎，让他一个人去吧，让他一个人去，对。接下来我来说下密室挑战的规则。密室挑战将分为两组进行，第一组成员白鹿、张凌赫、王新月、刘先宁，第二组成员叶希月、周大伟、秦天宇、崔少阳，两组将分别展开探索。你们的任务是找到散布在密室的三把挂有100万个约定标签的钥匙。找齐之后呢，道具之门将自动开启，你们需要在道具房间内找到指定的道具，最快找到正确道具的组就获胜了，较慢或拿错道具的组则失败，需要接受惩罚。这还不算惩罚吗？我一会儿保护你们。Cool。 请抽取道具。坦克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。哇、wow ！江雪宁定情手帕，我们这个是剧组的浮雕凡扇。左下角花，几个叉？四个叉，两个叉。蓝色的树枝，两只蝴蝶。OK， 记得了，没问题，记住了。请第一组开始游戏。我这个人有社恐，我不能摸 NPC 的。NPC 会摸你呢，他不社恐，但是王轩应该会害怕，就是确实挺暗的。不是，把崔少阳请出去行不行？他一直在干扰我们的心态，这个人。不至于，没事。不至于。至于。你个鬼屋而已。你不会真的把我认最后一个吧？不会。陈佳伟。不会。
张家伟。不会，不会，要跑也拉着银细胞，要跑也拉着银细胞。别皱眉头。没有皱眉，我天生就是长这样。心一跳，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，每一秒。别害怕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李先宁，你要来是大哥，民族都靠你了。啥意思啊？看你的脑子，你说打靠你的胆子，靠你的脑子，那又得靠我的嗓子，不能靠你这个小子。哎，我每次玩密室我会唱歌，我也会唱歌，我马上就唱歌，对对对对对，去我就唱歌，不是，马卡巴卡，马卡巴卡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我唱这个，当正道的光。正道的光在大地上，走走走吧走吧走吧，十分钟，十分钟，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，别这么自信，活着回来，十五解决，三三二一加。哎，你听到了吗？楼下也燃起来了啊，楼下的 NPC 也燃起来，楼下的 NPC 此时此刻也是这样的，这里一站在一块，一二三加油，上他们，好了，不怕，我一点都不怕的。我试一下啊，快搂着我一下，快啊，哎对，哎去，哎对，哎去，你要敢松手，我跟你讲，加油加油，你在第一个粘弹，这我，但真的有点黑哎。你把白的包中间，来。对，你得让我，你得这样，对。我一点都不怕的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天，这力量是钢，这力量是龙，马克马克马克，对，往左边吗？往左边吗？爱你孤身走天下，爱你不畏的风，爱你对峙黄泉王，就像梦一场。不是，这咋走啊？我都不知道了。哎，刘星宁，刘星宁，姑姑，这我的手，咱们可不能这样，公主啊！咱们可不能这样，公主啊！是张立克吗？是我，这是你就抓我吗？对，我把它包在中间。你两个手抓我。对。谁？这谁啊？谁抓我？谁在抓我？
刘宪宁，我在。你在干嘛？你把二哥抓牢了，抓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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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现在没路可走了呀。是不是他就是这种给我们围起来的路啊？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。哎，那边亮灯了，那边亮灯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亮了，亮了，亮了。在这儿。我在，我包着你呢。但是你不能跑。我不跑。跑不了一点。我不跑，我不跑。我不跑了。看到了。清点楼梯旁内薯片数量。清点完毕后，请在此写下正确数量答案，并大声念出来。就这边的这个是不是？数量，刚刚下来的楼梯。这儿。客厅，海哭的声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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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有可能会有吓人的。问天，问大地。哒哒哒哒。这这这。小心啊，我打开门了啊。吃这儿来。谁抓我，谁抓我，谁抓我，谁抓我。咋了？谁抓我，谁抓我，谁抓我。我的手。我的手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来，没事，我这个是给你穿上，等会儿，没事，来，现在可以撒手，我们现在很安全。我们看一看吧，应该是在里面的。要要薯片，哪里啊？我拿到薯片，一包吗？有，有好几个，来。啊。你能拿着薯片，你抱着薯片。好好好。等会儿，这还这还有这边的，来往这边来，各位旅客。哎呦，我真的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哥，不好意思，是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被关门，关门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应该没了吧，是没了。清点薯片数量。打开。打开什么？打开薯片。薯片打不开。它小心点，它应该会蹦出来一个薯片。我来打，小心点啊，靠住。薯片啊。有吓人。看你，哎呀。我这个也得蹦，等一下，小心点，我这个也得蹦。薯片有多少？一片。两三四五六。这有个碎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先六个半啊。七八九十。十或者十一好吧。十一吧，应该不会半。那十一好，走来抓着我，抓着我。大声念出来。写下正单，就写十一了啊。这是个啥？张伟，张伟，是我。关键就是力量，关键就是力量，关键就是力量。张伟。哎，我在这儿。哎，我抱错人了。等等，谁的东西掉了？这个盒子。解密。多了个盒子。嗯。没事，我们再蹬下。
清点鲨鱼数量，清点完毕后在格子里面按数量找到打勾。鲨鱼数量，鲨鱼数量在哪儿啊？哎，有光有光。哦，在那边，走，露露，走。没事，这里面这现在老安全了。是长这样的，这里面是长这样的，这里面。啊，你才看到，你才看见。好，我现在闭眼了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？行啊，哪个傻？跟你没事，没事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是吧？四个，走吧，来。没事，没事。我要闭眼了，朋友们，朋友们，我要闭眼了，闭眼吧。哎，你可以出去。清点鲨鱼的数量，清点完毕后，在格子里面按数量找得到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这是算术题。你现在算怎么样？等于四。怎么等于四？啊，我知道了。83减7=12。12减8=4。对，可以了。好啊。我们算出来了，那等一下，那是密码可能是83718，这三个数啊，三个数。这是卡通人物，卡通人物，这是卡通人物，这是卡通人物，你自己看，挺可爱的，这挺可爱的。五个鲨鱼，密码三位数密码，五个呢就是清点鲨鱼的数量，清点完毕后在格子里按照数量打勾，五个鲨鱼，三个数字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来，大神来了，请五个嘛。83减7=12，12+6=18，18+5=23，23+9=24，117。你要是117，117吗？嗯，试一下。哦，可以，对，117密码，成功了，民族都靠你和你的脑子，一个钥匙，啊，这是我们的任务钥匙，找到了一把，所以我们要找到别的钥匙，哎，亮灯了那边，哎，亮灯了那边走，哎。我们要进去吧。你在哪儿？没事。王鑫，我在前面。嗯。哎，张克，你这样，你不是环抱着他，你得。对，这样。没事，来这儿，来，各位游客。啥呀？哦，看到了，现在看到了 NPC。关了。然后呢？哎，里面不会有东西吧？
哦，看到了。抓我，抓我，抓我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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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走，不怕。你这里闭眼，这里闭眼，你这里闭眼。来来，我把它放最后，我把它放最后。你在哪？我在这，我在这。等会儿啊，这个钥匙锁。哎，钥匙锁可以。钥匙不知道在哪儿。我们先出去，对，来来，往前走，来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来，来来来，公主，慢点，公主慢点，我不怕了，我已经不怕了。哎，里面的在脱离铁链了，不会跑出来吧？不会不会，他在换 NPC， 他要换场呢。哦，来来来，亮灯的地方。来，走吧，来，各位旅客。来，各位旅客。我在呢，我在呢，我帮你还着你。来来，走迷宫了。迷宫正确的路线对应了三个数字。出口，这走完了。我们要画吧，应该。画。窒息。迷宫路线的三个数字对应了三个数字啊，迷宫路线的三个数字五二九，是应该是，不是，你看啊，九这个没下来不算。我一五二一五二一，好听哎。钥匙哦，这是个钥匙锁，开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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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开了，没打开呢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成功了，两把钥匙嘞，我们现在还差一把，走。麦克，哎，这有几个箱子？哎，里面有东西，这啥呀？垃圾。死我了，还不如跟我们一队呢，明明是三个人的感情没有结果，我跟你说肯定最好笑。王勋想要抱着白鹿，但是发现张正赫已经在抱着白鹿了，疼死我了，三个人的感情没有结果。这边亮了灯，这边，对，这里面看见你在我眼前，来，刘宁吗？来，刘宁，来，大头。我啥也看不到。啊？不是，我帮还着你呢。
这是个亮的什么东西？我啥也看不见，摸一摸它。我的头！他的头，他的头。这。刘谢宁。哎，我在这前面。公主慢点，公主。没有，直接砸我头了，这个。砸到我头了。他砸我头顶了。哎，瞎呀！恭喜各位，宁安如梦的道具之门已为你们打开，我们成功了。慢点哈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谁也不要乱哈，谁也不要乱。亮灯了，那边坐。找到江雪宁那个手帕，小心，我上面是人头，还有头发，人头的头发。板炮，你抱着白鹿。啊，那下面是什么？那下面是什么？啊，是我的头发，对不起。这是个啥？这有个手，我摸到一只脚，一只手，我怎么一个摸不到？你们拿了个这呀？我们没有找到，这怎么能看得清啊？你们的手帕呢？我们就只有扇子啊。你们要找手帕呀？你们的手帕呢？我们就只有扇子啊。你们的任务是手帕。哎，我摸到手帕了。哎，我摸到了。我都拿，多摸点。哎，我摸到了一个。我感觉差不多，我们应该已经。应该会有了吧？你们要挑出来啊！那个刺绣应该是可以摸出来的。我来看。我记得。哎，我这个好像是，哎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两个叉，就是这个。这是我自己的手帕，我能忘吗？虽然我刚没看，看，这是我的战绩，我的粉底全在上面，应该。从业生涯以来最丢人的一个片段。对不起。接下来，请第二组开始游戏。我不走最后啊！妈呀，这么黑！哎呦，你们慢点儿！这就开始叫了，嘘！我们一会儿这样，到底下的时候先用谁叫的最真，先叫点声，在这儿吓唬一下。那我先叫吧，我现在就想叫，我害怕。你这个就很刻意了，这个是真的吓到我了。先找钥匙。你好，老师。还是崔尚阳的声音吗？没事，这个全是钥匙，肯定是在这个柜子里边，但是看不清了，还得进手，拿手进去摸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这两把钥匙，你先拿出来，你看有没有 logo。辛苦了。辛苦了，老师，辛苦老师，谢谢。我有进场的，谢。是，这边是个箱子，垃圾袋装鲨鱼，垃圾袋装鲨鱼有密码，有密码的，四个密码，看一下垃圾袋装鲨鱼。我再看一眼他呢。哎呦，对不起老师，我可能关了。我听你说的。关着力量，那下面呢？下面打。
我们难道只能借这个姐姐的灯吗？就是说她一直啊，我们找。对对对，你把它打开。外面。对不起啊，姐，我再用一下你。看不到啊，姐。哎，这里有个门。啊那边闪灯了，往那边走了。别，你过来跟我，你过来，别让我在最后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，你跟着天宇。咱俩跟着，刘星宁，这里面好大呀！啊，鲨鱼，垃圾袋装鲨鱼，这鲨鱼肯定有人，别，别着急，没事的。垃圾袋装鲨鱼。哎，等会儿这顶上有字儿，等会儿鲨鱼上有字儿，啊，甲，甲，这个口是甲，口字，甲口啊，有口啊，哦，应该在那边还有垃圾袋，去别的地方看，它肯定别的地儿还有，你别走啊。哎，我们先去，快，我们进去。我在这儿。这全是垃圾袋。辛苦了，老师。谢老师。好了，知道他就好了，我知道你在这儿就好了。那鲨鱼在我身上呢，我身上有个鲨鱼。鲨鱼，把鲨鱼给他抱过来，快去！把鲨鱼给他抱过来，快去！我身上，走，走，我俩去拿鲨鱼，你们等一下。鲨鱼在后面呢！没事，你们在哪儿？在这儿，他要鲨鱼，快过来，把鲨鱼给他。Baby， 撒嘟嘟噜嘟嘟噜 ，Baby， 撒嘟嘟噜嘟。没有，他已经走了，他跑了。你回来，下完我就跑。我等会儿，这个。这还有一个，这。哦，这是。然后都拿好。一广，二口。三户，四是门，广口户门啊，菊壁华啊，壁华，一二三华，不是，它是字母呀，它什么字母？它是字母，不是数字。对，它每一个都是歌 G 没有，它每个都一样，它没有 G， 这怎么开这玩意儿？它没有弹开，应该就是错的吧。不是，就是这四个，但是你想，它得对应着什么东西？然后都拿好。广口户门，你看这个上面就有字儿，这是个油，这个口是几啊？口字，甲口啊，油口啊。这边是个箱子，垃圾袋装鲨鱼，这个应该是能跟这个小垃圾袋组成一个字啊。比如说口跟油，它能组成什么字呢？组不成什么字儿。广跟油可以组成庙字儿。户跟油组不成什么字儿，但是户跟口可以组成起，两个口可以组成旅，门跟口可以组成问。现在组出来是问起旅庙，是不是还有两个没找到啊？往前面转一下，跟我走。这亮灯呢？哦，那个。拉着呢，拉住啊！我现在像是凌晨扶老奶奶过马路。我没有手了，前面这个门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有个门了。那个我看不清，那个，哎呀，这是一个洗手台，这应该是厕所。我们走这个吧，上面是亮的。哎呦！
我看到了我自己啊，镜子，镜子，镜子，里边应该有人，我感觉。哎，是浴室，有个浴室。啊，这应该是这。进去。这有鲨鱼，鲨鱼，鲨鱼有字吗？这有鲨鱼，有什么字？没有老师。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找一下。看另一边，看另一边。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一下字，你稍微转一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王。王王王王王。你们要记住，前两个鲨鱼身上都是啥？那个甲，甲一个甲，一个口，一个甲一个口，这是个王，甲口王。哎，大维，大维，大维，嘿，大维，这。那四个袋子上的字儿也要记住啊，这个就交给你们了，我来当毯。第一个是广口互门，互门，那应该还有一个字儿能找到。对，我估计应该还有一个鲨鱼之类的啊。这亮灯。这有了，有东西了。前台五个箱子里边有什么，请再写下。箱子。这个前台在这儿，前台在这儿。我箱子里会有人吗？就是人头这种，我们是不是要绕进去啊？对，在里边，在里边，用手摸。你摸这个来，我不摸这个，我不，这个，我你别你试一下、这个，我不是，谢谢你，那我来吧。啥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哦。我故意的，没事。哥，你是不是出汗了呢？手咋这么黏啊？哦，里面是个手是吧？我们都拿出来，都拿出来放桌上。我们都拿出来放桌上。是要写下来是吧？五个箱子里面的东西都写下。这是蜘蛛、老鼠、蛇、树叶，都写了吧？蛇、鼠、蜘蛛，蜘蛛写。啊没事。天哪！抓我！没事。没事。哎呀，辛苦了你，辛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这个我真没想到啊。鲨鱼衣服顶上应该有字儿吧？这儿呢，女。能，来笔，正好有笔，快，我们写出来，来。好，真棒啊！又给我们关灯了。那没有灯。那还得让我们再过去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们走出自信的步伐，保护好我们的姑娘。八个字。广口互。里面会出来的。我好怕这个声音。天哪！这别。你这样一弄，我就不害怕了。他这样整的有点像那种早晨练那个口部操。我太难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，他冲出来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？附近有什么？哎，我在这儿看到了一把这个。我来保管。你来保管。走，那有亮。广口。户门。然后那个有口，还有王女啊，女。然后这个上面还是垃圾袋装鲨鱼，垃圾袋装鲨鱼呢，就是说把鲨鱼装到那个垃圾袋的这个里边。对，广可以加什么？广加上油就是庙，
广家楼。哦，是那是庙。广家楼是庙。那户户户家口是起，女跟谁家？女跟王。女跟王。啊，不对。现在主要是女不好加是吧？女可以加女，口里面是一个女，是个男嘛？男男的男。男男。闰土的闰怎么写啊？是不是加王？哦，闰闰闰，闰土的闰。男 N Q R。M N Q R 是吧？大卫突然涌起来了，大卫好涌啊！这是之前那个镜子那个地方，不是这儿，这是另外一个地方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姐，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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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头看一下。哦，在上面是吧？恭喜各位，宁安如梦的道具之门已为你们打开了。走。到这里边是来找一个扇子。真的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完事了。Are you okay？ 没事，没啥问题，可以的。哎，所以你们成功了吗？你看上我们这个扇子也不像吧。宁安如梦里面不可能用现代楷体吧，读书读，所以我们拿错了。这个也不是，这也不是，这个是吗？哎呀，这么累了，这里谁最弱？那肯定不是我吧。拿一瓶，也给你一瓶。都渴了哈，刚才没少叫。我要来一瓶纯真真酸奶压压惊。来，恭喜你们成功。干干。这里面还有北纬42度的寒地蓝莓，喝出满满鲜果感。真的是好酸奶的配料，就是简单干净不复杂，特别好喝。上微博参与话题，100万个约定心愿信箱征集活动，赢更多惊喜福利。刚刚的密室挑战中，挑战成功的组是第一组。好吧，我们是这个鼓掌是为了白鹿的嗓子。失败的需要换上 NPC 的服装，拍一张照片，并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发到微博上。好的，好的，可以可以。第一组的演员们就成功下班了。好耶，下班喽！我们下班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我要鲨鱼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刚刚跟着你们。啊，这个适合你，好，这我来。出发，反正你看不到我是谁，无所谓了。帮我想个东西。龟仙人。挑战又开始了，我们要通过分组接龙的方式购买食材。他买了好多东西啊，好多东西啊，9块钱吗？9块钱，能不能便宜？我说一口价。该来，哎，蓝莓，蓝莓，梅花肉，肉末，这是墨鱼哈。我有没有那种中国合伙人的感觉？哎，你不能被美貌诱惑。谢薇，表情有点不太对。什么？走开！干什么？抢我的！大威不能欺负女生啊，大威。瞬间的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，看到没？都是你的导演。好，可以来。
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